好，我是 SH48 的鞠婧祎。大家好，我是 SH48 的黄婷婷。大家好，我是 SH48 万丽娜。大家好，我是 SH48 的一佳爱。右。右边。大家好，我是 SH48 的陆婷。还有吗？啊、你磨乱了，你怎么了，朵朵？大家好，我是 SH48 的冯新朵。好的，首先呢，欢迎我们的 SH48 的成员来到我们今天的主舞台。那今天也听说要给大家带来一份惊喜，是吗？是的。因为我们的主舞台就在对面嘛，然后一会儿呢也会在那边的舞台跟大家有亲密的互动。嗯，好的，那今天的线上观看的朋友没有办法到达现场的话，你们可以通过的手机 QQ 扫码领红包，或者呢是在 QQ 手游中心呢看直播领独家的红包，或者是像朵朵说的，在我们上古世纪的展区还是可以领取到红包的。没错，我们看到呢，现在我们的红包也在大屏幕上一一展现。那我知道现场真的有很多我们 SNH48 的粉丝，再给我们的 SNH48 一点掌声尖叫可以吗？好，那我知道呢，我们的妹妹们在我们上古世纪的游戏当中其实玩得非常嗨，那可不可以和现场的粉丝们玩家们一起分享一下你们的游戏心得呢？游戏心得的话，其实最开始接触上古世纪的话应该是在几个月之前我们那个8小时的直播。没错。然后对，大家都玩得非常开心。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吗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？开心的事情。开心的事情，我觉得当天不是大家都在线上玩游戏去参加通告，然后大家就是玩得很开心，我没有办法跟大家同乐，非常的难过。是，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时我们的粉丝一直都在我们旁边嘛，然后我们走到哪他们就跟到哪。然后上古世纪不是有一段就是有一个表情，不算是表情，动作，就是跳舞嘛。尬舞是吗？对，尬舞。然后当时尬舞。对，当时我们当时都笑得已经不行了。尬舞。对，在游戏里尬舞。那会和现实中尬舞有什么差别吗？现实中的话应该是我们在上面尬，他们在下面尬，但是现在就是在游戏里面的话就是大家一起可以 dance 对吧，一起可以舞蹈。哇，真的是非常的开心。那我们知道呢，上古世纪于11月初上线公会排名赛，那日前呢也已经决胜出了前16强公会排名。今天在 TGC 的现场，我们将公布各大公会排名以及对应的公会大使。那现场的公会玩家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哦，我看到大家都已经跃跃欲试了。没有吗？已经有。那我们接下来就为大家一一揭晓好不好？好，那首先揭晓第一位吧。好。好，第二位。第二位。就是小鞠的。好，接下来。要开准。我们发卡的，婷婷 ，Speak 神话。好，再往下。雨格的征战，其实每一位的 SH 都会代表一个公会，一共是16位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的屏幕上的都是在依次的滚动。娜娜后面会是谁呢？娜兰还蛮贴切的耶。与其英雄联哦，对，英雄联盟。再往下，一家爱，迦兰神殿。迦兰神殿是个非常有名的工会。对，没错。对，应该蛮老的工会了。好，我们曾艳芬的，一剑笑清风。然后再往下，陆婷 ，DG 龙猫，不是陆战队吗？为什么？再往下。天下，赵月的舞剑很棒，是吗？还是蛮有征战天下的 feel 的，对不对？再往下，朵朵的恶魔天堂，莫寒 Kiss Q Boom， 哇哦，莫寒是竞技高手，邱心怡，戴萌，决战天下，对，孔霄莹，逆战网游。好的，我们看到的名字已经在我们 SNG48 的手中一展现了。那现场的各位朋友呢，也可以用相机记录下如此值得铭记的时刻。对，那么今天呢也是，还请大家拍照吧。那接下来在11月份开始的上古世纪的攻城战呢，我们也希望呢各大工会会与 SNG48 美女们一起来打出漂亮的攻城战，我们来期待一下后续的一些表演。好的，好，那今天呢除了有工会的揭晓之外，SNG48 也给大家带来了精彩的表演，那究竟是什么呢？首先请我们的李小姐将我们手中的卷轴暂时收放一下。
谢谢。因为接下来呢，在我们的舞台上将有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秀。谢谢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将舞台交给 SNH48。有请。真的好尴尬啊，太尴尬了。